今天的游戏开始啦！我们今天的游戏叫3、2、1看动作，我是今天的裁判小庄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大家两分组，你们要根据我报出的词汇，在屏幕两边做出相应的动作。游戏结束后，所有动作相同数量最多的一组获胜。下面就开始选择你的搭档吧。选谁呢？ 蚊子，来吧。那我想选楚楚。我离你这么近，你却不选我。不敢。我选脑子好使的舒姐。Cool。我选脑子更好使的猪猪。谢谢信任。谢谢信任。蔡哥，大家没得选了，我们已经被选走了。走吧，去吧。好。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大叔和我，第一个词星星。弯腰。这样弯。荡悠。胳膊荡悠。搞笑呢。胳膊荡悠。一致。下一个，蛇。这样，你让这样舞，把手并起来舞。下一个，兔子。 低了，是吗？大叔是兔子。什么兔子？兔子不是裤子，你这低了是什么玩意儿？变成裤子。兔子，你把手卷起来，然后完了又跳两下。好，跳得很好，但是动作不一致。啊？比什么？耳朵是？比耳朵吧。我比着耳朵呢。 好，动作一致。OK， 下一个熊，我想想，圆圆的，挠墙吧。你俩说的名字不是一模一样的动作？要抬腿吗？挠墙？你挠墙拿手挠，你拿手挠墙，好搞笑。完了，他们这个动作永远不会一致。想想。 两只手一起挠吗？两个手一起。好，一起挠。一致，这回对了。最后一个老虎。啊！只有脸部和手部就咬的那种，手也要一起跟着收缩啊！老虎很可爱。这还不一致？没说完呢。 算你们一致了，你们组对了4个，耶！然后是大伦和菜菜。OK。首先第一个词，菜板。菜板，然后开始，动作一致。好，下一个。哇，这个游戏。刷牙。好，下一个雨伞。撑伞。 下一个，圆规，拿笔换，就直接用单手转。他这不知道，这不一样啊。嗯，过。吃饭，好，一致。第二组一共4个相同，第三组准备上吧。我以为是要比出那个东西的那个形状呢。得说干嘛吧？你要说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第一个，张元英 ，Love Dive 英是谁啊？张元英，你别装，我跟你讲。张元英唱歌行吗？唱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比个拿麦克风。OK。右手拿麦克风，动作一致。下一个，喜羊羊。脚就是给羊角。 两只手羊角，动作不一致。两只手左右，两只手羊角。他这个到底不一样。你说是孙悟空，姐们儿。这不是吗？就是比六。哦。手比六，羊角。这次倒是一致了，但是不算，这个描述的太详细了。好。下一个顾里。谁？顾里是谁？小时代啊。没看过。 红酒杯吧。摇晃的红酒杯。嗯，动作不一致。你右手左手。对呀，还是不一致。这都能不一致？你到底在干嘛、啊，小庄？喂，小吴文，在干嘛？你不晃？对呀、啊，我也是这样的呀、啊。刚才蚊子，你刚刚不是在摇红酒，是在比心，而且猪猪拖着手。哦，那我不拖了，我多余了，我这个东西。好，下一个紫薇。紫薇。哇，这些都是啥呀？我们的好简单。我们这也太简单了。刚才是小学题，这个是大学题。我觉得这有点难了。紫薇就是眼睛瞎了的那段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我看不见你。那我蒙住眼睛，紫薇，右双手。好，动作一致。下一个，小兰花。谁？兰花指。